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买那么贵的衣服？并没有要你败家，该花的钱就要花。一共是56,800。节俭是美德，但是为了节俭就把自己搞得跟欧巴桑一样，现在你该知道你自己损失有多大了。普通朋友，那你还那么慎重介绍我的事？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每周六晚上10:30，犀利人妻。